这七百二十亿菩萨的时候，范围很广啊，就是与佛有缘，善根深厚啊,啊。这个善根深厚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广修供养啊。普贤菩萨教导我们：离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灿出业障。你把这个。 四个科目做好了，认真去做了，这就是成就善根，执中得本呐、啊。啊，礼节很重要啊，不能疏忽。对人有礼貌，你欢喜呀、啊。 别人对我有礼貌，我也很欢喜啊！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、啊！啊，头一个是礼敬祝福，从内心生起恭敬心啊！最终要对什么呢？对未来福，就是对一切众生，要有恭敬心的、啊，不能轻视。啊。 啊，你轻慢了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不尊重他是小事啊，损害自己的德行啊，自己的性德不能兴起啊，这产生障碍，是傲慢啊，狂妄自大。 啊，这是把自己的心得，把自己的善根张开出来。所以佛头一个教给我们这种事情。啊，儒也是如此。啊，你看《礼记》，你翻开第一句话，“去礼乐无不尽”，跟礼敬诸佛是一个意思。 啊，天主教的玫瑰金是他们的早晚课送。我讲过。啊，我的这个光碟在天主教流通。第一段就讲谦虚、谦卑，啊，圣母玛利亚的谦卑，啊，耶稣的妈妈。 对一切人谦卑恭敬啊,啊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他那个榜样就是佛法讲的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啊！啊，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！中国古圣先贤。 教导我们，隐恶扬善，啊，别人有好的事情，我们要赞扬，要赞叹；别人做的过失，绝口不提，啊，绝对不能把它放在心上。这叫修行这叫学佛。 为什么？我们学佛到底学什么？啊，这个这个净土，净土学什么？经题上把我们修学的纲领都说出来了。修清净心啊，因为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。 我们常常要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，在自己的心变成别人的啰嗦筒，你怎么能得清净？你要是得到清净心了，清净心是事意心不乱啊，深息放弃乐世界，不食同居土啊。 生方便有余土啊，品位大幅度的上升了。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还会把别人的不是放在自己心里吗？吃大亏了。 这就铸成大错了，啊！常常念着别人过世纵然你能往生，你是在同居土翻身同居土，啊，品位不高啊，啊，所以尽中同学。 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认识了，啊，决定不干这个傻事。啊，人人都懂得隐恶扬善，那个做恶的人，他有良知啊，啊，他会想到，你看我做恶，别人都原谅我，都不说我。 我做一点好事，他都赞扬，慢慢他就把他良心唤醒了，他就会改过自新了，你就帮一个人回头是岸了。诸佛菩萨的用心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渐渐就明白了。啊，要向佛学习。 啊，其实，许许多多做做错事情的人，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？如果用佛的心态，我们的境界就提升了。啊，所以，他行善行恶。 全是我们的善知识，都能帮助我们提升。啊，儒家讲啊，善人行必有无私。这三个是什么人？呢？自己是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两个都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善人我见到了，想一想他的善行，我有没有？ 没有向他学习，啊，要有很好，要保持住。那个做恶的人呢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看到了，想一想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那个做恶的人呢，比做善的人对我们还有利益？为什么？ 啊，在修忏悔的时候，住下的找不到自己的过失啊，好像自己没有缺点呐、啊，看别人全是缺点，看自己一个都找不到。你怎样能发现自己缺点，看到别人的缺点？回光返照过有没有？ 那是自己的大恩人了、啊，那是自己的真善之师啊！他帮助你改过自新了、啊、你能不感恩他吗？啊，你还能说他不是？那就忘恩负义呀、啊！感激他，啊，知恩报恩，啊，自己修学的功德常常给他回响。 啊，不是他怎么能提升？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过失？所以六祖在《坛经》上讲的好啊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”没有过、啊，他都是在像唱唱戏一样，他唱反面的，他来提醒我的。 哪里是他真的过失啊？你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，他没有过失啊,啊！他那个作为是帮助我，让我发现自己过失啊！我们用这种心态，这就是菩萨心啊，就是菩提心啊！望、啊、实菩提心。 纵然修一切善法，这祖师大德讲啊，那都叫魔啊，他不是佛。佛决定不能够离开菩提心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就是不要忘记。 时时刻刻，注重的本。